该来了。别着急，再等等吧。怎么等了这么久还没人呢？这就放音乐给我们听啊。这是不是节目的一部分啊？该演不演了？人呢？糟糕，安娜没来的话，蜥蜴肯定会很失望。我不能让蜥蜴一个人孤零零的过生日。是安娜吗？我都不知道被他放了多少次鸽子了，我也都已经习惯了。我知道他来不了，所以呢，让你替他圆个场。不过他的生日礼物，我还挺感动的。毕竟我只说过一次，没想到他还记得。太好了，我礼物送对了。喂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这么卖力的演出，让我至少这个生日过得不孤独，也不会成为全场的笑话。所以你真的挺棒的，你让我想起了我身边的一个小透明，他呢是在别人特别需要他的时候，总会做一些傻事。不过这些傻事，还让人觉得挺温暖的。好了，既然呢，你是安娜的分身，那我有一些话想跟安娜说。也是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。我是想告诉安娜，其实我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了，而且有了孩子。最开始呢，我是把她当成一个意外，但是现在我想实现那个小透明的愿望。给他还有我们的孩子一个完美的家。说出来心里舒服多了。不过你也不是安娜，你就随便听听吧。那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关心一下我的小透明了。今天呢，也是他的生日。干嘛？
陈嘉欣，真的是你啊！我不想让你失望。 我想让你开心一点，可是我又搞砸了。是我搞砸了。生日快乐，陈嘉欣。 说说吧，你有什么愿望，我都替你实现。不用，能跟你一起庆祝生日，就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。啊！哎哎哎！哎，无论你怎么这么碰啊！